我的世界一看就会的12个简单技巧。当你使用栅栏门进出农场时，经常会有动物跑出，其实只需在中间放一个石墙，就能让中间的间隙只允许玩家通过，而动物却无法逃出。自从闪长炎加入 MC 后，每次下矿都会挖一大堆，它长得奇形怪状，留着还占用背包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，可以试试用闪长炎和原石合成安山岩，这样它的外形就好看多啦，也很适合用来建筑。因为方块不能凭空放置，所以每次搭斜坡时都会留下一层多余的方块。如果你想节省一些材料，可以带一桶细雪，在细雪上搭建后再用桶回收继续垫下一个方块，这样就能够省下一半的材料，而且比火把要更容易操作。我们给箱子分类时，不仅能用展示框和告示牌，还可以在铁砧上直接给箱子改名，改好的名字会显示在箱子的左上角，帮你更好的分类。如果你有一座长长的木桥，可以用绳子和美西园给桥柱做一个漂亮的装饰。我们先把美西园绑在柱子上，然后用桶回收，这样栅栏上的绳子就会留在上面，变成不错的装饰品，而且跟木桥的风格还很搭。如果你需要很多蜜蜂，请不要着急在主世界建蜜蜂农场，因为在主世界里，蜜蜂白天干活，晚上就回去休息了，实在太不敬业了。我们只需要把农场建在夏季或者末地，这里没有昼夜循环，所以蜜蜂就失去了休息时间，将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，成为你的优秀员工。当你在末地探索时，最惨的事儿就是把末影珍珠丢到了浮空岛的侧面，然后整个人顺着石壁滑落虚空，经验和装备通通消失不见。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你可以随身带一点雪球，在扔珍珠前试一下落点，如果雪球能丢到，珍珠同样可以，因为它们的轨道是一样的。当你想用末影珍珠传送到特定方块上时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先用雪球测试落点，然后换成珍珠投掷，失误概率大大降低。当你用翘翅旅行时，用40度飞行法能大幅节省燃料。具体操作呢，就是在高处时下倾40度飞行，在即将到达地面时迅速抬头40度向天空飞去，等速度逐渐变慢，即将到达顶点时再下倾40度向地面俯冲，如此循环操作，你就可以飞得很远很远，省下很多烟花火箭。大家在写告示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？比如说我想写个内有恶犬禁止入内，打完字才发现第一行的犬打错了，这个时候我想要回去修改，怎么按删除键都回不到第一行，只能拆掉重写。但实际上你可以用键盘的方向键，就是上下左右4个箭头，在告示牌里换行修改之前的内容。有一说一，这个设定真的太烦人类了，而且我确信不止我一个人刚刚知道。在最新版 MC 中，夜视药水和水飞药水真的快变成下矿的必需品了。更新后的矿洞是又大又黑，没有药水啥都看不见，但由于药水不可以叠加，带多了很容易影响背包空间。如果你不介意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，可以把药水涂在可以叠加的弓箭上，需要的时候对着自己来一箭，同样能使用药水效果，还节省了背包空间呢。如果你喜欢用三叉戟在水下作战，把它放在副手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当你主手持剑，副手拿三叉戟时，发动攻击会激活类似突刺的攻击特效，造成的伤害和主手拿三叉戟一样，但耐久消耗却是主手的一半，而且看起来也更帅一点。如果你去末地主要是为了翘翅，并不在乎龙蛋和经验，来到末地传送门后不要着急进去哦，而是走到传送门的下方，把下面的岩浆和石头全部挖掉，然后从下面用末影珍珠激活传送门，之后拿出活塞放在这个位置，拉动活塞，你便被传送到了末地，准确的说是末地岛。你可以直接去末地船拿翘翅，而不用走大战末影龙的传统程序。你学会了吗？快去试试吧。啵啵啵。